Luma 龙膜，世界最大隔热纸生产商。Hold on, ARCON 反射玻璃贴，反光不挡就是爽。Hello，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《立贝贝瓦这你要卖多少》又来了，又到了欢乐的周五的时间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再来，不要看到 H 就喜美哦，好不好？对，这还是喜美，没错。以前小时候那个小朋友，像我小时候也是啊，我是没印象啊。我爸说哦，我从这个4岁、5岁的时候啊，我已经可以叫出路上每一个厂牌车子的名称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凯迪拉克、加嘎、Toyota、福特。我跟你讲，下面留言，观众朋友下面留言，有这样子的小孩存在。我小时候，他说我才几岁而已，就坐在车后面，然后看到路上的车每个厂牌，欧宝什么，我是没印象。那个小时候出生很久的时间，我都不吵不闹也不哭啊。然后我阿公就跟我妈说：“你要不要带去检查一下，是不是智障？”没想到长大话这么多，私底下讲不够，还拍影片讲那么多话给大家听。所以人生就是这样，从小时候就注定要这样子了。小时候就会讲车子的厂牌了，真的注定我长大就是要干这个行当。是，那抓周抓到什么？记得抓牛鞭啊，抓什么？我哪知道？小时候哪有在抓周啦，我们那个年代哪有在抓周啦？有的有啊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小孩子越大，才越来越多出头，你知道吗？出头路来路贼啊！啊，依仗那上面万圣节啊哥，装鬼娃恰吉啥，化妆啊嘞，上面不给糖就捣蛋，拜托你这么。你是处在哪一个国家？你跟我讲，那一张那上面万圣节，就讲没配韩籍的，讲没爸，过的万圣节、圣诞节上面节，我的儿子很乖啊，妈的都是同学带坏的，一乍是去学校，老师你尽量个怕，无听话你个怕死，只要等下我一口气，你若怕无够，我等下继续怕。小时候是这样啊，现在的小孩子有办法吗？不行。你若甲我卡到，你就知啊！啊，我干来这个尔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即马是委屈依赖你才读册哦，以后伊是要出国留学的。我讲你是心肝宝贝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老师你也好好甲阮对待哦。我是暂时来恁学校读册呢，是度假时机啊。以阮厝的身份地位，以后是要出国留学，假使讲伊若是出什么问题，我一定是袂放你耍。是啊，演台语啊，要国语嘛，国语台语，英文嘛，台语嘛，对。对不对？这才是正常的台语剧嘛。对，好，每次他开头10分钟，我看到在 GoPro 上面吗？哦，5分钟。今天估的是这个啊 ，Civic 啊，从 Civic 讲到小时候厂牌，讲到妈的台语剧去了。不过我们这个周五的这个时间，收看我们这个你要卖多少这个节目，观众朋友就是喜欢这一位的。我跟你讲，最近估车很多，为什么？我觉得经济不太好，可能是股票。我最近买到没钱，公司买到没钱，真的啦。你不讲话的，你怕我跟你借啊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在想，我是在跟你讨债。妈的，钱快还一还！那个真的很可怕。现在卖出来，我告诉你哦，今天喜美当然没那么贵啦，但是哦，最近出来估的啊，都是百万以上的车。我看这一些开豪车的都玩很大。那个经济一紧绷，钱卡在那边的时候，就卖车断尾求生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最近买到会怕，都一百几。你想看卖啊？哦，好，你一台，好你百三就好啊，五台的话这。800万啊，对啊，650万啊，丢，你妈你都不在，随便考你，现在就不在，一台130，五台是650，好啦，不过今天这一台这个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从它的车头就可以看出来，这是一个小改款的车型，蜂巢式水箱护罩，你如果看到它这个镀铬是 U 字型的，就是小改款，小改款是从2014年底开始到2016才有这个蜂巢式，所以今天这一台，你看。2015年的 Civic 1798立方公分，毛杆的下缘有一根镀铬，这个新款，水款在这卤掉，碰趴，不会，这垃圾啦，这是油，这垃圾，哎呦，如果说你有看到是这个2015年以前的，是这个车头，我跟你讲，八成撞过，顺便改的嘛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我记得里程数不高，好了，先看一下车跑几公里了。这个内装看起来，来，你来猜猜看，我猜，我跟你讲，里程数一定不高，来猜，我给你一个提示，这是个位数，个位数，依你的经验，你拍了那么多集，你要卖多少？从 EP 1拍到 EB 多少了？五万多，你要卖多？你是猜里程？我已经在猜，我是问你说我们 EP 多少？100多了没？100多了，还没。你要卖多少？还没100多？还没。那科P为什么100多了？科P100多，因为常青树。小四汽车频道常青树，
就类似以前天天开心的那种概念，还是那个叫来阿嬷的概念。哇，老叫数瓜丢呢哈，这个我们这个频道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存在的一个节目呢哈。常青树啊，天天开心，你就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这个里程我猜6万公里，我不知道哦，我不知道多少，我只记得不多。等，星巴克要不要？好，看谁接近最接近。64563，谢谢，我要 double 的哦，不客气 ，double 的，谢谢 ，double， 小改款才有钢琴烤漆，这个旧款的没有，而且好像小改款之后的洗美的颜色比较深，内装的这个中控台仪表的颜色比较深，比较黑。这个当初哦，它有三个等级嘛 ，VTI、VTIS 跟 S 版本嘛，好像是从749。到789到889，好，我记得是747888，那个是2012年的价钱，它变成2014年底小改款以后，全部都扣10000，就变737787，都便宜10000，好，然后有改了一些东西，车头改，屁股好像没怎么改，然后还有什么改？好，就这样了，好，好，啊，今天现场看到天窗就知道是1.8的 VTIS， 好，因为 VTI 就没有天窗哦。小改款很重要哦，小改款多一个 VAS 是不是动态稳定系统啊？好，先看板件，老样子，好不好？我这头灯怎么那么漂亮？很亮呢。哎，新款的好像是不是有日行灯啊？对，好像新款的有日行灯，贴纸一张两张。哎，引擎盖没事，来拍一下引擎盖螺丝哈，呵呵，规章呵呵。哎，但是你看这叶子板有拆呢，螺丝侧面是黑的，有没有？哦，引擎盖虽然没拆，这叶子板有撸丢，啊，这边也有呢，这边更明显。嗯，对。看一下水箱架，水箱架好像，看那水箱架很爱买呢。我觉得这水箱架好像也有拆过呢。你看这螺丝这么白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螺丝特别白？嗯。然后你有没有看这个 parking 周围有那个圆圈圈？我不是说 parking 有转过，旁边会出现圆圈圈吗？有没有？嗯。我觉得这个螺丝有问题。哦，这边没有那么白。嗯。这边拍五秒，那边拍五秒，两颗螺丝真的对比一下，那个螺丝特别白。它只有拆那边而已，我觉得。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螺丝特别白？嗯，好，让观众朋友比对一下。所以我觉得这边可能有调整过的感觉。哎，它这两边卤丢，换两片叶子板，我看这是换的，看里面是不是黑的就知道了。哎，不是黑的啊。哎，这都调整而已啊。你知道以前还有一个绝招哦，可是这个绝招很多人不会用。我们以前会有一个习惯性啊，老乔华纳会去刮这个。嗯。折线折进来这里啊。嗯。它如果会刮手的话，就是换过副厂，很奇怪。这个是一个以前那个老师傅教我的一个经验，副厂的这个侧面这边会刮手，你太用力刮会流血哦。是哦。然后原厂的会比较钝一点。好啦，那这边我们就两边叶子板调整，好不好？门，看那个叶子板跟这边有没有连带关系？不错啊。哎，这门哎，内六角要看中间，好不好？嗯。要看边边傻傻的。哦，搞尾翼呢？你看啊。奇美就是好改，改了就帅。哎，这漆怪怪的，为什么？你拍这里，这漆你们觉得有点橘子皮，有没有？有一些橘子皮的感觉。我们去看那边有没有橘子皮。五香米跟泰山的卡层配感快。哎，这都没啊，你看，这没橘子皮啊，这就没有橘子皮。这里没有。好，所以又教大家一招，好不好？有问题的话，想边边避解。这边的轮毂有问题，我拉一下后车厢盖。哎，这边胶是软的哦，这个有没有？嗯，你有压到，我可以把它按压下去吗？有，看得到。这边就硬的哦，这边怎么按都按不下去哦，我用大拇指都按不下去哦，有没有？这边超硬的。嗯，那个叶子板换过了，这个叶子板绝对有问题。哦，而且一个重点哦，来哦，你拍这边平平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都平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来拍这边同样的位置，这边有点。哦，有点，对。对不对？这里有那个焊点。对啊。你看它已经这样歪勾里了啊，哇！然后你看这边点都不见了，变得很微弱，有看到很浅，哎，变得很浅。你看正常应该是这样，这个才是正常，嗯，比较深，比较远，有没有？但你看这边有的还不见，这边剩一点点，这都补土补过了，上面没有了。对啊，这边都没有了。哎，你看现在这交接处，我看到了，很明显啊，结界底下，好，结界以下是别人，结界以上是原来的，嗯，这里有敲过，这里有补土，这边就还有了，对。这个叶子板，这跟上次那台 Wish 一样，厚叶子板。这厚叶子板严重，因为厚叶子板一定是用切的，切在这里，哦，给大家看，结界在这边的，然后叫结界，两边漆颜色不一样，嗯，而且你看这有补土的痕迹，叫几损，这是补土，补土它那时候师傅没有抛光的时候没有抛平，这里有一条，
对，这是补土。好，这个师傅抛光没有抛平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以前嘛，更狠的那个修理厂，补土补过以后有没有？补土是软的嘛？对。拿钉子，钉子的背后压一下，隔一段距离压一下，隔一段距离压一下，隔一段距离压一下。我知道。你如果是这个进入这一行哦，资历不够的人哦。你以为没事？好，所以我们是看很多地方佐证。第一个，我是刚刚是发现他这边的橘皮嘛，来来来，粗粗的橘皮，觉得好像喷的不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是我后面去按到软的胶嘛，对。然后我才来这边看，看这边嘛，嗯。这边以后我们就是看这个嘛，嗯。好，他补过土没有拿图钉压，他如果拿图钉压的话，我就会干，那还做得蛮漂亮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找到结界嘛，对。可是下面应该才好，就是上半部这边切，应该是切这一块。这是金匠跟他考古学的，我跟你说，这很可惜哦。哎，你说这一台车才跑60000呢，啊，结果去撞到一个弄这样，我跟你说，嗯，我们之前研讨过这个问题，并不是每一个原厂都有钣金师傅。你如果看我们考漆里面，钣金师傅年纪都很大了，对，没有年轻人要做钣金的。嗯，我们好几间板考厂那个钣金师傅年纪都真的都很大了，退休退不了的那种。你钣金薪水太管了，嗯，老塞那个一个月应该10-20万应该有啦，退休就没钱啊，啊，有做有钱啊，他都在做这种劳工的身体也硬朗啊。虽然有的阿伯也是喝了很多，就是不是每一间原厂都配得了钣金师傅啦。啊，现在又有保险，大家都有保险，都保险在赔的，那就直接换掉。是对于这个保修厂是最快的，对于原厂来说换掉是最快的。像上次我看一个新闻，好像一台面炉的停在路边，上面也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砸破玻璃跟后保杆，掉东西下来还是怎样，赔37万。人家说，哎，一片玻璃跟一个保险杆为什么那么贵？他是求偿67万，后来判赔37万 ，GLA，、哦、一个玻璃加一个保杆，好了好了，好你后桶盖嘛加落，37万，就有很多观众朋友问啊，哦，小师哎，面如黑较贵哦，不是，黑就简单的代志，看冤大头是啥。对于原厂来说，零件就爆高高的，哦，一个镭射头灯，阿你不15万，比如讲零件爆高高的，对于原厂来说赚不赚？啊，保险公司哎，对不对？保险公司会去跟对方求偿，对，所以一波差嘛。下一次这个保护还可以提高保费。我来讲啊，开车还是要小心啊，还不注意弄丢哦，金额都很可怕。另外话，过三家啥拢很赚啦。现在传奇的小可车头弄丢，现在修理20万啦。好可爱，网友传来的啦 ，Pro Plus 啊 ，Pro Plus 20万，才开1000公里啊，刚交车，绑条啊给弄了。他把工单传来我，还没修啊，工单传来我一看，哇，够。10万，黑台车行车53万呢，只有车头撞到而已，要修10万啊！为什么讲到这边很可惜啊？搞不好这边只是撸丢你啊，一点点。第一个假设是别人撞你，反正别人赔嘛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就是一个话术啊，反正别人赔你就换新的啊，原厂新的最棒啊！很多消费者听到原厂新的说好，你赔我原厂新的 ，OK， 哦，听起来就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嗯。殊不知你卖车的时候，这就切割啊！哎，不是我们车商哦。要给你扣很多钱啊！真的切割啊！我卖人家，如果不跟人家讲，人家也是回来告我说：“哎、欸，小时候啊，叫有名的网红买一台切割的车，我无跟他讲，敢讲会过啊？”至于说这样子的切割到底是不是真的很严重，我坦白说啦，不一定啊。你像我举例啦，我的 A250 那时候后面也是叶子板，回原厂跟我说也是一样跟我说要切掉。我卖拍谁 man？哎，我给你学历，哦，请我们那个我们影片的那些老师傅想办法帮我钣金出来，他就没有切割啊，他就是撞凹进去这样而已哦，不然你去把那照片找出来，应该找得到，我搞不好还有，我、哦、看，哎呦，好。啊，找好累了，不要了。真的啦，它就只有凹进去大概这样子的面积啦，比油箱盖大的一个面积啦。那其实它从里面可以敲出来，补土打磨。可是回原厂，他也是跟我说要切掉，因为这样他们就他这样一切哈，我卖车直接差10万。我跟下一个人讲说啊，就这边有板修啊，我撞到照片也给他看了、啊，严不严重？你自己看照片，事故的照片我有留着啊。他看了就觉得哎、欸、还好啊，价钱没差，行情卖多少我就卖多少。要注意啊，其实有时候有一些板件要换要维修哦，真的不能过度维修哦啊，这很可惜。可惜跑60000多，因为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价钱不会太好。那来看后边的楼梯哦，哦，漂亮，嗯，这一定是一手车，你看这还挂在这，这保证是一手车。哇，这个小尾翼帅，有那个感觉。好，我们没事 ，OK， 看完了。那现在我们来看它的外观好不好？看一下轮胎，不要每次都忘记看轮胎。你看这个引擎室就稍微有点灰尘，这个应该停外面的。这个灰尘就是停外面的灰尘，好不好？泰山，你看久了，你看这个比较重，还带着一点土。好，看外观，外观刚那个脏嘛，没问题。轮胎，我妈牌呢？哎、欸，19年的，现在23年，哇，那差不多啊。哇，碟盘吃勾了，好明显哦、喔。哇，那唱盘刮伤啊呢？哦，可能他那时候也都考过漆了啦，现在也没什么伤了，都不知道多久之前的事情。这马牌，我在想应该也是19的。
19，好19，哎、欸，都没有伤呢，考过了，对啊，考过了啊，这应该，我觉得这应该发生不久哦。好，上车看内装，评估一下，这椅子真是漂亮，你看你那副驾驶座，多挺，硬挺，嗯，这四个安全气囊，椅子侧面有安全气囊，你那边应该拍得到，这边，有细粒给鬼啊，九代现在是水涨船高，你知道哦？有啊，人讲出个贼代啊，啊，因为他说现在进来都要百万以上啊，百万买一台喜美，现在其实很多都这样啊，啊，哦，现在车都越来越贵，哇，这还没有萤幕哎，哦，他这台我记得当初有一个很好玩的，打倒档这个小萤幕会跟妈苏巴路一样小气。给一个小小画面，这个比我手机还小。哦，你看这一定一手车，你看这都没拆，恒温空调啦哈，这个没有，这很多人会去换大萤幕安卓机。你看这方向盘好漂亮哦，你看这方向盘真的值得你拍一下。好，定速方向盘快播，哦，这个方向盘快播换挡，好漂亮哦。这两点最优秀哎，可是内装保持的还不错。这可能嘛处女座哎，这哪水瓶座的东西啊那样。哦，发起来引擎状况也很好哎。怠速也很稳定，天棚也漂亮啊，天棚那么干净。你拿五甲混在嗯嗯啊，嗯，啊混的粗掉啊，你看啊，嗯，这个车有水准。好看一下后座的椅子哈，水水水当当，你看，连在后边水当当，你看。哦，这边很干净，很漂亮啊，没有那个，很漂亮啊，对啊，可惜没有后座出风口，你要叫隔壁拉一根来这边挖一个洞，从这边坐。哇，你看。跟那个 HRV 一样，出出一点做出出，所以这依照安尼，不是今嘛新的 HRV 安尼，依照都安尼走啊。好吧，换完啦。哎呦，冷光门槛会变色呢，一直在变。哦哦哦哦，是呢。好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市面上正常的行情，四四头一点起来掉，一定很多人干嘛就喊。但是我来讲，白色跑少，我们先不论它有没有撞过，一定四十几万以上。你在市场你要找一台15年的9.5代车况好的话，一定都四四头。可是它现在我刚刚讲了，差一个后叶子板前面的调整，我觉得这个至少要差10万以上。差这么多？未许有没有？因为未许已经残值不够了，这个残值还够啊，所以差异就会大。哎，你如果今天这台是一个100万的车，后面叶子板换掉，我跟你讲。差20万的都不在少数。我王妹妹，我有百几万买车，我买一台后边的钱着的。哦，对啊。哎，迄人家礼拜是安尼呢。好，阿先你好，请问要干嘛？看车。啊，还要夹一个包包。对。哦，要夹一个 LV 啊，我真的假的 LV 还是 GUCCI？ 比如讲，我来凊彩看看有香槟的无？啊，那办我迄种的啊。要弄人进来，你跟他说啊，有有有，我们这边有一台哈宾士，然后后面一直帮，我百几万的人，你叫我买一台龙龟，你看懂不懂？那个酷水不一样啊！啊，如果那个客人进来啊，先生你要看车，哎啊，你要看什么车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有没有什么可以全额贷的啊？还是超贷？我没有自备款这样。有啊有啊有啊，来，有一台喜美。换后叶子板的可以全额贷，要不要？好，好一点的跟你讲换叶子板呐、啊，要求一点哦，有啊有啊，这个喜美可以全额贷，然后最后讲试完，哎、欸，才跑6万多，有没有？你开完回来，好，准备签约了，可以全额贷免头款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啊，签约的时候就跟你讲说啊，那个前面哈、哦、叶子板哦有换过、哦、啊，后面叶子板也换过、哦、啊。他、啊、有撞过啊？对啊，你要全额贷不是吗？啊，你又没有自备款，所以只能买这种撞过比较便宜啊。啊，可是他虽然撞过才跑6万多呢。好了，不要挑太多了啦，你先贷得过为原则啦。反正你需要一台车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刚好一台车，喜美也不错啊，白的哎、欸，跑6万多而已呢。有、哦、啊，换个后叶子吧，你刚开也没什么问题嘛。啊，有的更狠一点的啊啊，有撞过，好妖，哎呦，没钱，哎，没钱，你看干啥啊？你看不，我们出去开茶模啊，开茶模、哦，对不对？便宜有便宜的好处嘛，对吧？啊、哦，我们跟没钱吃个纸腰嘛，哎，你看没钱啊，先有车开嘛，先求有再求好，哦、有没有连哄带骗，连滚带爬，赶鸭子上架你就买了，这种车回来的操作就是这样啊，没钱就会比较心虚一点，那卖车的人就会利用你这种心态啊，啊，你都没钱，你就塞这就好啊，你会塞那么钱，啊，这还好啊，你都要塞，根本就塞，没办法，有无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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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就塞无？有有。去了解一下。哦，客人的想法啊、哦，他搞不好他也想卖40几万，那我们只好送他离开了。相逢自是有缘，哈、哦，有缘相见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好、哦，您请慢走，红杆在那边。好，先去了解一下，先去了解一下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
没有错哦，一手车哦，哦是蛮固车的啦，那算也不错。说这个也是当初被人家推啊，推撞哦，他也知道，人家也没有要隐瞒我们的意思啦，不会啦，我们的客人现在素质都很好，那素质不好都躲在键盘后面留言了。那这个撞过了之后呢，他这个价钱的部分，我就跟他讲说啊，这个可能要有个落差啦，哦，他说没关系哦，因为他是这样啊，他说小师你便宜买真的没关系，哦，我觉得这客人真的非常的有 sense。他说哦，与其啊，我随便把这一台车卖给其他一个车商，然后他去卖给别人，不讲赚暴利，哦，与其让他这样做，我不如卖给小师。因为至少小师会跟下一个人讲，甚至拍影片分享。很多客人都有这种精神哦，他觉得钱是其次，了不起差是能差多少钱？不就差那5万、10万、15万吗？哦，差很多。这个最重要，价钱进去一次把它解决。这个客人真的是好客人，不要浪费人家太多时间，好不好？我去处理。哎，槟榔城你看到无？有啊。你讲时才要卖哈？快要开卖了，好吧，衣服钥匙圈都要上线，好不好？好，槟榔城不三期的出来，打开看看槟榔城，槟榔城到底有什么优惠？好看的点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这个我们跟这个客户成交的价格就是25万，已估。好，我坦白话讲，25万很便宜。好，那这一台车没意外的话，我应该不会放在公司卖吧？这看我让妹妹，车况是还不错，我应该是在同业中就处理掉了。但是我觉得同业中处理掉，我也担心这个同业哈卖的时候没跟人家讲，有可能我就送到拍卖场去把它拍卖掉，因为拍卖场会出一个鉴定书嘛。嗯，那就让他鉴定书白纸黑字鉴定清清楚楚，再处理掉就好了，有个证据嘛。哎，有换他就会写出来啊。对对啊，哎，如果私底下卖给同行啊，我也不知道他回去卖怎么卖。这个价钱是很便宜啊，啊你们也不用留言说要买的，因为我应该是不会贩售这个啦。我今天既然这个钱呐，价钱都跟你们讲出来了。以估价都跟你们讲出来了，我回来我卖多少钱都不是。哎呀，我没必要这跟客户讲说这个，我们应该就是做个鉴定表，清清楚楚去处理，好不好？不要胡搞瞎搞，不要留言了，我们就决定，我们在这边就直接决定了啦。好，我们店内就不贩售这台车了啊，搞不好上面早就处理掉了，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想太多。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明天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次见。以估喽。哎，欸，喝下得了啦！哎，欸，啊，泰山喝三个下得啦，啊，下得下去了啦。你如果去那个酒吧喝一个 shot 你知道谁不要呀，我知道，喝一个 shot 好，连续喝三杯 shot， 哇，左边也给你一 shot， 右边也给你 shot， 哈哈哈哈啊，连续三个 shot 嘛，这是去酒吧吗？啊，酒吧哦，是啊，三个 shot 嘛，对啊，是吧？嗯，好，左边也给你，右边也给你，哇，嗯，哦，那还得下头喝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哦，几下就醉啊，一下就醉，对，几下就醉，前面也来，左右都来哦，大家拢嘟嘟来，你知道？哦，这么会用诶，Tire Plus 持家汽车服务中心。